圣灵施行救赎第38讲，与基督奥秘的联合的重要性第三点。与基督奥秘的联合，也为信徒坚固的赐给他守住一个基督不断的改变生命的能力。再来一次哈。因为与基督奥秘的联合呢，这个信徒就有确据的、坚固的得到了不断改变他生命的能力，就是基督的生命不断去改变他的能力，不单单在灵魂，也在他的身体上。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所以他不断的改变我们身体灵魂整个人，我们的灵魂不断的按照基督的形象更新，就好像保罗所说的，哥林多后书3:18，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这灵，我们的灵就不断的越来越像基督，而身体呢，在现今，在今生也是被分别为圣，作为这个新的灵魂的一个适当的器皿。有一天，这个身体呢，就按照基督荣耀的身体的样式，这个身体也要复活，也要荣耀，被荣耀。再来哈，在今生这个身体是灵魂的器皿，就是说这个身体呢，也是我用来做成圣的，用来荣耀神的。有一天要复活，就变成好像基督复活的荣耀的身体那个样式。信徒们既然是在基督里，就享有一切基督为他的百姓赚回来的福分。耶稣基督对信徒来说是一个流不尽的泉源，一直涌到永生。好，那所以虽然伯克夫是用很神学的词汇来讲这段呢，事实上呢，这个是很丰富的材料。他说，基督不断地改变我们，所以我们每一天每一刻都是新的，身体灵魂都是新的。肉体虽然衰残，但是内心一天新是一天，荣上加荣，我们不断地变成越来越像主的形状。连身体都是，因为既然身体灵魂是不可以分开，所以身体当然就是服侍我们的内心，我们这个人呢、怎么样分别为圣，怎么样越来越像基督，怎么样做一个服侍神的怎么是做一个活祭作为神所喜悦的。有一天身体都要复活的，所以呢，在基督里我们的灵魂身体都享有一切一切的丰盛，因为它是一切的丰富的来源，一个泉源，只涌到永生。第四，与基督联合的第四个重要性在第八十页。因为与基督联合的缘故，也是靠着这个与基督联合的能力，英文 virtue 中文可以翻成能力的因为联合的缘故，也靠着这个与基督联合的能力，信徒们就与基督有交通 fellowship， 或者可以这样翻译的，因此呢，信徒们与在基督里有份。这个交通呢，翻成有份也可以的。正如基督分享了
他的百姓的劳苦、痛苦和试探。现在，他的百姓们也分享基督的经历。再来哈，基督分享了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劳苦、我们的痛苦、我们的试探，我们也能够在他的、在基督的经验上有份。从某一个程度上，现在基督的受苦就在他的跟随者、他的门徒的生命中重现，甚至乎得以完全。这个得以完全就是哥罗西书所讲的，保罗说我们要补足基督苦难的缺欠，就是说历代信徒教会的受苦呢，就补足基督的苦难的缺欠，也就是基督的缺欠有一天得以完全，就基督的苦难加上我们的苦难就成为一个完整的一个整体。所以基督的所受的苦重复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受苦为基督的受苦呢，就完成了他的苦难。信徒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也与他在新生命中同复活。罗马书六章一到四节，基督最后的得胜也成为信徒们的得胜。好，我们一节一节的来读。我们先来读罗马书六章第五节和第八节。来，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第八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所以我们在基督的死和复活上是有份的，我们也是与他同死同复活的，在他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死的形状什么？就是羞耻、苦难，十字架嘛。在这里呢，你也看到与他同死和与他同复活呢，之间有一个必然的关系。先降卑，必然的荣耀；先同死，必然同复活。没有死，没有复活。基督这个的降卑与荣耀，在旧约里面很明显的一个的预表的或者的一个的典范，就是创世纪的约瑟的生平，先降卑，后升高。好，罗马书八章十七节，来，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好，所以基督要给我们后嗣们的产业，包括苦难和的荣耀的。好，林后一章七节，来，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与基督同受苦楚，同样有安慰，有盼望。腓立比书三章十节，来，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英文是这样说的，我现在直译英文，好叫我认识他和他复活的能力，和在他的苦难中得分，或者是也晓得他受苦的团契，中文就翻一同受苦啊。这样子我就效法他，直到他的死 ，make conformable unto his death。好，彼得前书四章十三节，来，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参考改革中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寻道者》，五位宗教改革时期的英国的改教家，好几位都是被烧死的，他们被烧死之前所讲的话就是这些。
欢喜快乐，我快要见主了。就是比如说两个牧师一起要烧死的时候，他们怎么在最后那几分钟彼此的勉励。第五点，与基督联合的重要性的最后一点，最后与信徒们与基督的联合，就提供了所有信徒之间邻里的合一的基础，结果就是为圣徒的相通提供了一个基础。信徒们都是从同一个灵的生命的活力的，信徒们都是被同一个爱所充满的，信徒们都是站在同一个信仰上的，信徒们都是打同一个属灵的仗的。上帝把信徒们连接起来，都是朝着同一个目标的。那下面这句话英文有一个字是 interest， 那这个字呢不应该翻成兴趣。Together they're interested， 信徒们都是同有份的，好像股份的份，他们都是在基督的事上，教会的基督的教会的事情上，在神和神的国度上同得份的。我喜欢举的例就是怎能如此这首诗歌 And can it be that I should gain an interest in the Savior's blood？ 怎么可能呢，我在救主的宝血上能够得到一份 gain an interest， 不是说我会感觉到有兴趣。 interest 这个字除了兴趣以外还有利息的意思，那这个利息就给我们看到是有份，就好像一个股东的有限公司里面也有一份股的意思啊，我们在基督在国度里同有一份，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好，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7:20-21，来。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所以这些门徒，耶稣基督为他的12门徒祷告，他们因为信了主对不起，因为耶稣基督，他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约翰福音15，现在17，耶稣为他们祷告，也为那些因为门徒的使徒们的见证而信主耶稣的人，他们好叫他们合而为一，正如圣父与圣子，圣父在圣子里，圣子在圣父里，好叫他们也在圣父圣子里呢，也成为一体。所以与基督联合就有一种的联合，就好像就效法圣父与圣子之间的联合，圣父永远在圣子里，圣子永远在圣父里，在这个亲密的关系呢，是基督要圣徒们与他有的那关系那么的亲，应该也是那么的亲密的。好，我们来读使徒行传2:42，来。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我用英文注意一次，他们继续的忠心的，也就是他们守住使徒们的交易，他们也守住了他们的交通薄饼和祷告。好，这个 fellowship彼此交接这个字就是交通团契的这个字，这个字 fellowship 希腊文 koinonia 的意思就是 to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共同享有某些东西。那我们信徒们共同享有的就是耶稣基督，我们都在他里面。所以呢，这个团契
不是不应该，主要不应该是只教一个部门，让同年龄的每星期每几个星期聚一次祷告读经查经聚会，就像一个小教会一样甚至乎团契更不应该是指那个一个两个小时的聚会。团契本身是一个事实，我们与基督联合了，因此我们彼此也合为一体。团契是一个事实。讲到比方说《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团契是整个教会生活的实在的一个层面 ，a dimension。教会的生活有，特别是《使徒行传》二章41到48节，有敬拜的层面，有教导学习的层面，有团契的层面，有向外的见证，至少这四个层面。那这个团契的层面包括什么呢？你读《使徒行传》，你看到凡物公用，那个是自愿的哈，不是共产主义，不是强迫的，是自愿的。还有就是说这个奉献，你看巴拿巴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使徒行传第一次提到他就是卖了一块的地把钱拿来奉献。所以团契包括服事，包括奉献，而团契不是一个教会的部门，不是 一帮人一次的聚会，每几个星期的聚会，团契是整个教会的一个层面，一种的功能。所以怎么样真的把团契发挥出来呢？是不是就是按年龄分一个部门，一个小组，一个团契，每周聚会一次我们要重新评估这些的问题。好，罗马书12章15节，来，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很明显，这个就是团契生活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我们来读以弗所书4章2到3节，来，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可以这样翻译，在这个和平的联络中竭力保守圣灵的，或者圣灵所赐，这个是对的，圣灵所赐的合一，没有心这个字的，这里的合一是一件事，一个事实，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已经做成的合一。什么合一？就是整个教会与基督的合一。所以这里的合一不是我们的合一的心，是圣灵已经结好的一个结 ，a bond， 一个连结。好，我们来读哥罗西书3章16节，来，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诗、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个与在基督里的合一怎么样表达出来呢？就是透过他的话语充满教会，这样子表达出来。而基督的话又怎么样充满教会呢？透过教导。怎么教导呢？诗篇、圣诗和灵歌所以连唱诗都是教导的一种。而教导呢，就是让基督的话充满教会，这个是交通团契的甚至乎一个很好的一个定义。好，帖前第82页，帖上罗尼迦前书4章18节，来，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帖前5章11节，请来，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希伯来书3章13节，来，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好，所以彼此的劝勉呢，很明显就是一个交通团契表达出来的方法
既然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有基督，所以我们要这样彼此的劝勉。好，下面那个雅各书，他是打错了雅各书了啊，什么跳过雅各书五章十六节啊，然后约翰一书一章三节，来，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这里这个我们是指使徒约翰和使徒们，所以使徒们把他们所看到听到的传下来，好叫我们不是使徒的基督徒啊，与使徒们有相交。那这个延伸下去就是，当我们读一些教会历史上的一些的好的著作留下来的传统的时候，或者我们在敬拜的时候用了历代传下来好的祷告文、诗歌等等的时候呢，我们事实上就是在实行圣徒的交通。我们与加尔文交通、与清教徒交通、与伯克夫交通，这个交通呢，就是我们共同享有耶稣基督，并他里面一切的丰富。好，最后我们来读约翰一书一章第七节，来。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你看到我们罪的赦免，然后活在光中。当信徒们都被洁净，都活在光中，这个是信徒们共同享有的恩典，这个也是交通。这个交通不一定是我们做出来的，我们说出来的劝勉，唱出来的诗歌，这个是一个层面，但是交通也是一个事实，就等于宇宙联合是一个事实一样交通本身就是一个事实，我们本来就是和众圣徒有交通的最近今年是2014年，最近我在网络电视上特别不鼓励中国的信徒去美国留学读神学，也不鼓励中国国内的信徒去找海外的牧师跑去内地去安利他们某某教会第一批的牧师或长老。我说就算你们是改革中的，你旁边的不是改革中的长辈们也可以安利你们的我信圣而公的教会，我相信圣徒相通的这个信徒相通不是说我们是传承于哪一个师父是他亲手安利我们的，对不起，亲手签名我的圣经的不是这样子才算是与某某牧师、某某教会、某某神学院交通我这个典型的西方神学和大学制度的产品，我是最典型的了哈。一个大学学位，两个神学硕士，一个哲学博士，不能再典型的，都是大学或者美国这样的神学院协会所认可的学校毕业的，文凭我都有了。但是呢，我记得1970年代初，赵天任牧师当时他就在讲中国教会的神学教育的意向，就是四个层面，最高的是训练那些能教导神学院的，然后最基本就是农村的教会的。所以我们这些西方神学工业神学院工业的产品烤出来的饼干，一个个 cookie 有硕士博士的，我们这些神学工业的产品假如不能够和小学程度的老姐妹孩子们传讲伯克夫这一类里面神学的精髓的话，我们还没有真的服侍中国教会那刚才讲的，我们认可，我们认同家庭教会所安立的牧师、传道、长老或者是站讲台同工，就是牧师、长老、传道、站讲台的同工或者负责同工名词不一样
不必一定是哦，他是威敏斯的毕业，哪里毕业的才算数，哪里拿到文凭的才算数？不是的，啊，因为，圣经没有神学院，圣经没有硕士学位，没有学位，圣经没有学术认可，圣经有的是什么？有教会，有圣灵，有圣灵所赐的恩赐，对不对？所以，这个有形的学校的毕业生跟没有这些有形学校的毕业生之间呢，他们真正的共通、真正的交通的基础是耶稣基督和他的话、圣经和圣灵，而不是头衔、学位、名堂。Okay? 那所以 那天在电视上就有人说他就察觉到我在讲什么话，我是在认同国内的教会。当我们说你不要一帮都来美国读神学，来美国读神学有很多负面 的后果，也不用请国外的，不论是洋人、新加坡人、台湾华人、什么华人去安利你们首批的牧师长老，你们自己好好的建立自己的教会，彼此相爱，彼此尊重，在这个情况之下再请教附近的长辈们，让你们组成有长老、有执事、有传道的教会，就是教会，管别人怎么看。当然我们要做得美，做得谦卑柔和，而不是彼此吵架。我们改革中人士有一个特点，在中国就是最喜欢做豪猪，就是刺伤别人的豪猪，柔和谦卑，彼此欣赏，也欣赏那些跟我们意见信仰不一样的，然后很低调的，就是建立一个教会和教会里面不同的职分。